原标题：第六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央视网消息，祖国不会忘记任何一名为祖国牺牲奉献的人。昨天三日上午，根据中韩双方就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达成的共识，第六批十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。此次韩方向中方共送还十具烈士遗骸和145件相关遗物。